今次我哋会试用 Sony XPR1 嘅 Cinema Pro 为呢一部 GTR Lismo 试拍一条 4K 嘅短片。大家都知道呢一部新嘅手提电话咧有三个镜头咁多嘅，可以拍摄21:9嘅影片，仲要有 Sony Alta 支援，所以我都好期待出嚟嘅效果。